一张照片，大太阳呢。哦，嗯，开了，刚刚的滴滴是别的声音，你看我的秒数是对的吗？2:02:38。嗯，我出发的时候啊。好。但是他没有在充电。对啊。开始有，但是缓。就是他是那种满了就不想充的那种状态。上来的也不是很多。Romance Car 的生意也没有很好。好啦，今天轻松滑。真的滑不起来，我脚很痛。肌肉恢复之日。对啊，我脚很痛，我怎么办？要走多久吗？要的。好了，有点热。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有点太热了，搞不好等一下要把头套拿下来。在这里拍啊，在这里拍，然后滑一滑拍一拍，滑一滑拍一拍。这里拍啊？啊？自己拍一张。对啊，要去线那边拍吗？我先拍一张上面。哦，好啊。有人，有人，后面是很漂亮。没有，没有那么，没有那个，这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前富良野还是什么鬼的，跑去县那边啊。不想，应该不会卡到他们吧？这里吗？啊、这里吗？你说我在下面吗？好好好，这里可以。好，我。哇。我觉得大太阳天，好像。我觉得脸好像有点晒、欸，眼睛是还好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往前跑？你不要偷动好吗？你的脚杖，你的脚杖站会酸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我帮你，你要用你的相机。用你的就好了。怎么？我的没那么好。
我过去啊。我要可以先按给我看你拍什么角度吗？随便拍。好，拜拜。帮我按两下就可以拍了。你先转一圈。我先转，然后转一圈就更下去，没关系，你到我前面的。好吧。我要往后还是往前？往，再反着往下。我的往后，我的往前。你侧滑了就可以过来了。我现在脚踩了，最近踩了四万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只要转完一圈就好，我可以再往下。我刚就是说转一圈的意思啊。你看你果然转一圈是不是就过来了？我要往前还是往侧，还是往下？我这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左，我的后面。这样好吗？反过来的呢？你说我是反的？对啊，你是屁股对着我哎，你到底屁股对着我吗？我当然知道啊。你要拍背影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对啊，你是屁股对着我。这样。太近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你先检查一下。不用检查了，可以。可以了啦。完了，再重来。没关系啦。再拍一下单独的。嗯。对啊，难得天气好。海狗啊。为什么他现在说是夜拍？啊？好奇怪啊，他说夜拍。相机被撸到夜拍去了，我刚拍错了、哦，也没差，夜拍应该没有差吧？好了，可以了。是可能是我手指撸到还是怎样 ？Are you OK？ 我 OK， 等我一下，我要切，我拍个影片。有点热，我先走了。你手不要在我前面挥，等一下。我要走了，我先走了。等会。重心摆对啊，重心摆对啊，你还是做那个练习好了。怎么了？摆错了，我重心摆错了。你的上半身很，你是这样一路一路这样子滑下来的。我脚很痛。哦。我现在感觉脚了，我要怎么踩都很痛。哦，好啊，那你就不要滑太快，不勉强。但其实重心摆对的话，应该会比较不痛。脚就会痛，就踩在那边就会痛。你要我怎么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好吧，慢慢滑。
会痛的方法。对啊，照踩的不会痛的方法。左脚吗？都不是，但是感觉上会是骨头，心理的感觉上会是骨头。因为骨头的时候，为什么应该会大肿起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对，我只能说感觉就很像骨头痛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要先上吗？我今天的话，哎、欸，我那边一直在讲沙龙巴士，结果我也没贴。我不是说我开始出现大腿，左大腿。缆车，拜拜。什么缆车来了？上面了。没人吧？对啊，没人要下。对啊，没人办呐，我要开车去坐等大家。痛好像已经好了，嗯，已经训练两天挂那么重，好了。左脚。好痛，我怎么挂了？放歌嘞。还是1到5，1到5跟6日不一样。如果星野只有 Hello 女碰，那我们就在 Hello 女碰上练最基础的。我现在发现，从头到尾很缓的平面，我也有办法练习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我六二脚逐渐进步中，我的身体好像越来越摆对位置了。嗯，然后那时候也可以告诉你怎么练。嗯，然后因为那个很缓，那你不是很会教人？教人讲我，你讲话我常听的。嗯，就以风帆为例，讲话我是身体转过去啊，转脚还是转什么？那你要怎么解释？我是说你现在已经懂了，转弯的时候要解释什么？要解释手要固定抓，不是让风帆随便动。然后呢？然后用力抓紧风帆，然后脚在下面转，很难形容。脚在下面转。
妹妹说很难洗头，脚要动啊。就是我们会施力，会去用脚把船的方向扭过去。对啊，但是手是要固定的，因为你是教的，又没有跟我讲手要固定，我就跟着一起转，还是就在绕着船转而已。好，手这样讲出手要停，手这样举的时候。这样风会顺着这样吹，所以这根杆子就有个力道在，然后你利用棒子去脚，好像这怎么形容，好像脚在打方向盘一样，把船用力推推推，渐渐的把它推到船头，去旋转船，让它到你要的方向，这样不知道，好像有好一点，刚刚这个描述。下面船好像方向盘一样去转它，但是啊，没有掌握到说手有个力道的话，手要身体还是手要固定住。我觉得应该要在陆地上这样教，然后就要抓住，然后去扭下面那个，因为陆地上这样船不会动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他们的那个练习板那个是可以转的。是吗？不行啊，在陆地上船停着怎么可能可以动？你在讲有个旋转板？没有，我是说练习板。没有，一个木板，它只是把帆钉在上面，那个木板上面下面是放了一个像转转的东西，还是没有？没有吧。如果有那样子的东西的话，用脚转那个就很明显了，在陆地上就要做得到。那种扭扭乐那种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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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这种东西呀、啊。是我的想象吗？没有。要有那个东西。怎么不会暖、啊？我还是觉得很冷。我觉得很暖。很暖。我的后脑很暖。会是因为我那个里面罩的是黑色的吗？不过我的面罩这个方向是凉的，凉凉的。下午一样好天吗？我说。对啊，整天。但是我现在录也不好，姿势又难看，所以不想录。不会，你自己拿着录，它录不到你的姿势都难看。录别人也未必录得到哈，那总之就是录爽快的，他不大录得到你的姿势，你就录就好了。不讲，那么难看。不会啊，你就录，你上午录一次，下午录一次，你就看你姿势看得出来好还是不好，应该看不大出来。你不趁现在录，我只是怕天气不好，然后录。上午太阳是一个方向，上午才是太阳朝这边哦，下午太阳就跑去那边了。好，滑第三次的时候，你第二次再来习惯，第三次的时候录。还有就是，你就自己拿着录好了，因为我，因为我不确定有没有办法跟着你，你状况不好，我状况搞不好也没多好。在里面，好像还雾雾的，奇怪，起雾吗？又一般，一点点的。总之可以停车在那里就已经够感激了。对啊，而且没有时间压力。我已经不追求什么一定要滑第几道，或者是一定要滑好滑满。我大家走这里。都好、啊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 And lift it off.
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滑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有跟，我不大清楚在看，但我在跟，要看影片才知道。因为我就用压着鱼眼去滑，那这样反而是很好的滑法。因为很痛，但是你的那个大腿外侧就会比较酸。也倒没有感觉。现在还没有感觉。看一下姿势有没有。好，我现在看。看不到出来，好像有点朝山倒，但是也没有多差。你左脚的时候比较有面朝山下，右脚的话比较没有。左脚的话，你有做比较面朝山下，就是上半身比较没动，但是右脚的话比较上半身有转。不然你从头到尾今天只做一个练习，就是上半身看山下，这样就好了，其他都不用想。突然间，那个满旗。所以早鸟跟晚鸟都来了。但是有人会滑下面去吧？规定是这样。我就是说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压好，他是怕有人不小心。嗯？是哈、哦，你都换上面贴的，我是要绑上去。
地图吗？那是地图是吗？哎，冲粉鞋，一点点，高兴。我也不敢试粉鞋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脚会痛嘛。嗯。它能够去，就是平常你脚踩好，你可以地面的撑是撑得过去。就是一只脚就可以滑了。撑我就很痛。哦。震动我会很痛。脚。那我不想要滑。你大概要明天或后天了吧？嗯。好难哦，来拍照。蓝乎乎，他跑太快了，他跑掉了。你为什么要画拍车子？我不是要拍蓝天，但是刚有车子，画面多一样，现在少一样，没办法。那现在都假日，是中间。对啊，又来不及了，收起来。我后来想一想。我的箭的计算完全正确，我好像记得之前18张，但是昨天又花掉5张，13张。对，然后早上算我说奇怪，为什么13张？是不是15张？15是我的幻觉吧？所以刚刚用掉8张，快花完了。刚用8张，剩下5张。我接下来买票都用 ID， 因为明天就算拿这个来买票也不满，不够。还是得另外，那不如就直接付 ID。嗯、那券呢？有吃的就拿来吃的，因为有的用现金的地方，对，他就只用现金跟信用卡。信用卡昨天用 Visa Master， 我想一想就用券付了。嗯，对啊。反正就迟早要花完的，就是看你。就是花什么方便对。对，你那讲数字很夸张，1.400块被你讲成1.140，然后还我觉得我们大亏了。我不是大亏，我看到的是我应该记到的是别的地方的。140可能是猪苗袋还是？那猪苗袋它的学票也很便宜，好像只要2-3千。怎么那么便宜？是真的没内容吗？但是它的学道我看起来没有很烂啊。假设啦，我们之前都会嫌弃说啊要有几道雪道，但是实际上你看我们今天来，我每天来也就只滑这一道啊，那而且还是 romance car， 那照这个标准来讲，甘愿的好不好？能选择谁要这种啊？但是你脚痛啊。你说那是现在的状况，我是说能滑谁只想要 romance car 的一道、啊？嗯，能选择怎么会选这种？你是太早来了。嗯。但是你要是学到的教训，就是还是不要那么早来，北海道也不行。但是今年这样做可以，对呀。今年那个6折加3000可以，就是今年，就是今年来，嗯，就是今年，嗯，对，人也少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没差，我不就一再重复嘛，就是说3085块，每天给你3000，所以只要花85块就来了，就在这里，然后。就这样滑，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可以。学校还是花了4000块，但是只能滑这一道啊。但是应该说，要真要讲的话，应该是说，那缆车也没给他早坐，是吧？上树也是。应该是说你要想人数，就是我刚刚说法是说，如果只有一个 romance car 也满意的话，其实小雪场我们去滑也都 OK， 因为就是说体育的你要去看看。哦，那个不行，那个又带更小，而且那个中午才开始开。嗯、不过那不用钱，但是开车去我觉得用不着吧。完全。除非你要去吃炸虾饭吗？炸虾饭是什么地方？美音呢、啊？哦，那不过不行呢、欸，它好像20号以后才开，还有的还1月才开，所以讲讲而已、嗯。你可能开过去那里一点雪都没有、嗯，搞不清楚。就跟三角一样，王子的三角还是喷喷、欸、你今天我们早点收工。那个我们上次去看那个看也是免费，然后看那个薰衣草那个在哪里？很远吗？你说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什么什么日之出公园、啊？很远啊，很远哦，很远啊！你以为在哪里？是今天就开去兜风，但是你要加油。嗯，你不要不加油，我很紧张。你要今天去兜风，但是。去那里你要拍一片
一半是雪，一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，还是它要不就是整面雪，要不就是没有雪。我又不知道，那里又不会有Lavenda，那是要去那边干嘛？就是至少可能那个钟还在啊，我们可以去拍一张跟Lavenda一样的时候的样子啊。啊，那你不早讲，今天是不是四千也不用买？为什么还是滑到三点呢？那三点开到那就天黑了，就天黑了。讲这么多，不知道开到那要多久啊？可能是半小时吧，但是真的，我们收工的时候天色就不好了。三点的时候天就已经会暗暗的了，没有黑，但是开始暗了。那只有今天是晴天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我就说不早讲，要的话今天是整天这样会比较好。但是今天也要滑雪的拍啊。那就我喜欢的歌。好了，现在拍一张。至少现在树上是白的，下午可能树上就是不白。怎么会就画的那么快？谁知道嘞？好了，拍好了。走左边。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다음은하강장입니다안전바를올리고내린지금요现在拿，现在拿，欸、不，不要现在拿，你这样会累，去平一点的地方拿，要不要？你这样脚站不会酸吗？不会。好，那你现在拿。其实这样子脚是比较累的，这种站法。嗯，我再拍一张。那边的山头感觉很漂亮啊。我刚刚的眼睛放在右边，那你会滑在我后面哈？我还是我滑在你前面，你跟着我。不要，那就只会有你的屁股。只会有我什么？屁。对啊，就是屁股。不用我的表面啊，我没有，我不会擦。总而言之，拍起来不管前面或后面都很远啊。对，没有我，你没看我刚刚滑得很慢吗？我刚刚在做练习，而且我在想慢慢滑。你昨天有没有预习啊？就是你知道他的声音什么那些的吗？那你来之前有预习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暗的？哦，好啊，那不错呢。我也想叫你啊！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就是一路到底。真的吗？好、哦。我觉得尽量啦。
是雪板的，还有几个是在那边 carving 的。我忘记要怎么开始拍了。听起来很像。好，开始录了。还没准备好。怎么挤去？你说什么？侧侧面吗？嗯。好，好的。你要不要收好啊？你要不要收好？你抓在手上，你抓在手上。等会啊，下一场。你真的到得了？不是这种移动，脚很痛。对啊。滑起来，脚很痛。当时你要拿猫猫干嘛的？而且现在它要换你，换我拿？为什么你追过我回来？我滑看看啊。对啊，我脚很酸，我后来想，我干嘛那么累，我就走了。那不就讲好你要跟在我后面吗？啊，很酸啊！为什么你不能控制速度？控制要花力气啊。然后你的滑法其实是很费力。我没有费力啊。你以为没费力，但是你用三擒啊，然后我不能跟着用。擒吗？我不是面对前面啊。啊。我面对前面、啊。你如果，我记得我是一直看前面啊，我放学举在前面，我人也看在前面。但是身体不是啊。要拿下来吗？你既然抓了，你就不用拿下来啊！你拿下来，你是要把它放在哪个位置？我是我主机放在胸口。哦，好啊好啊，你有地方放的话，你可以拿下来。
不过现在你让它晒着也是没什么问题啊。那晒一下很热的。嗯，因为你叫我拿的话，我就咻咻咻我就滑下来了呢。这样是要干嘛？这也干嘛？哦。但我一定跟不到你的。嗯。关系你就有一段自己。中午在帮他充电、嗯，你不是说早上都是下午去？嗯，对吧？都好。他要帮你转，还是直接伸出来？不用，不用，以前还要让他出来一段，现在不需要了。那他固定的好吗？好收吗？好收又好固定，还是不好收，卡太紧。好收啊！你看我桌子收起来了。是转一转还是怎样？往下推就可以了，就拉出去收回来，拉出去收回来。嗯，它要如何同时兼顾？又不会太松，又可以拉。不会太松又够紧。算紧吧，应该是用紧的方式去，那就可以给贝鱼哥看，然后贝鱼哥又很想看。但是网路太烂了，没办法传。不会啊，你就餐厅的时候传。但是现在觉得手机传还是不好，手机传的话质是差的，应该要弄到电脑以后再从电脑传。这个的画质没有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也知道，你算出很好的，你有手机传就是很棒。我是说，有啦，这一代可能画质好一些。但是因为它是三，它录的时候是整个360度把它放那个算那个画质啊，它现在有4K，那就是好一点而已。它原来不到4K的时候，它是拿两个镜头1K，对，它是录进去的时候是1K，但是你转到某个方向的话是1K里面切一个方向出来，对。对，原来的画质是很不好的，那现在变4K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把为什么有湿湿的，上面滴水下来啊，不用慌张，就滴嘛。所以它现在变成4K，那转成一个方向的话，切出来大概以前很烂，不到1K，现在大概有1K 吧，或者是以前的1080是假1080，现在可能有到真1080。但是真1080，我们现在看已经觉得不大行了。我们要4K。对啊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哈。这已经滑成像是压过雪一样了。没有很满，我是说我们前面也空了三个，刚没注意。是我们俩空的啊，我来来不及坐车啊，是我空的，那你才空了一台啊？哦，嗯，好像这是个很投机取巧的方法、欸。刹车哦。用屁股刹车，屁股咚坐休息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好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对啊，大
就拍这么一次的朋友，没有了。如果要看姿势的话，这个看不大出姿势了。你要告诉我他怎么关？但这个有点有按下去的感觉，他而且会卡哒，有按下去的。你在开眼录，你就一直按它，你就按下去你就知道，他就说开眼录影，荧幕也会秀，秀会啊，嗯。结束了就按这个圆，那在那边。Please raise the safety floor now and prepare to get off.对啊，反正我自己开掉。对啊，店员在旁边开。嗯，好。干嘛啦？你可以用手套可以的吗？哦，你是说干净的问题吗？不是干净的问题，是说感觉得到。有，它不是亮灯了吗？它在开机，它有萤幕了嘛？哦，看现在是 4K30，对，然后按下去，好，开始录影，然后大概要结束，再按一下。搞不清楚，我走了。看是不是后头？应该有吧，刚刚我看他蓝灯一直亮着，后来按久一点他就关了。我站在这
你的衣服来碰到脸上，嘿，还是我的脸上？没有啊。你滑很快，等脚会痛，我就不跟。嗯，我也很害怕啊。我发现那样子，我姿势没有做好，就会有点超出我心里面的快，就滑一滑，很害怕。不，我要做正确的姿势，可恶。为什么拿了棒棒都做不到？这也是个滑，好可惜哦！这看起来不是挺好的吗？绝对不好，对。哎，肉压呢？你现在觉得挺好，是这里有滑过，那里没滑过的差别。它开放了之后，你就不会觉得这里好了。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什么讯息？是没在充电吗？有可能哦。你有在充电？好，我在开是吗？到顶再开哈。我按的。他们他在开。没反应。他在开，他慢慢开。这样呢？对啊，就开了。有录吗？有啊，在录啊。天天气好，然后录下来啊，脱脚了，脱了，又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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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又好像跟我们同一个车呢，缆车啊、哦。嗯，对，早上的时候。他过去了。你要拍就把他。没有啊，在树中间没下来。
冷吗？你会冷吗？不会，有点凉凉的，头脑顶上面都热的，膝盖比脸还不冷，膝盖是一滴滴冷，就第一名脸，第二名膝盖，其他地方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胸口也是暖的。我们是藏王太冷，所以都有用口罩加面罩。我们再怎样？哦，藏王是负九，所以蛮冷的。那个负九，我感觉差不了多少。哎呦，那个冷死了。那里是风大。风大雪也大，尤其山顶的那个风，它就一直吹，它连那个屋子里面外面也一直吹进来，就很冷啊，就是风很强，风强才会有树林，吹上去黏住，黏住，然后那个风的反方向它就会长，就长，一直越积越多，然后变硬了之后，外面再黏上，越黏越大。风大可以把体感再降五度吧，风一吹就把你身上热量都带走。我下午真是下午就不要穿衣服，明天都好冷。嗯，应该要啊，太阳方向会改。就是今天的太阳，我怎么都不觉得暖啊，我觉得好冷。暖呢？哪里？我很冷，我就是很冷。我再不暖，我再不暖。啊，我的右脚后面脚跟开始有一点那个，我说的那个夹到的感觉。我觉得应该是刚刚我说那个速度太快的那个滑法。这台要怎么把照片弄给手机？你说你 APP 有装吗？我 APP 有装，我以前是有个头插过去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弄。我那之前我都我姐在弄的。哦，你说之前直接有一条线，一个头，然后插一个头，现在可能那个头不知道。应该不会有一条专门的线吧？没有，我姐没给我，我姐就是充电线，我带。他充电线就是台手机。太可惜，对，我就带他开的。他可能是用 WiFi 传的吧？他 WiFi 够快的话，他可能就只让你 WiFi 传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有可能。对啊。其实 GoPro 也用 WiFi 传，但是速度不是很快。你这样正面对着，你有觉得正面暖暖的吗？有吗？很讨厌，我停在那，他就再滑到比我更前面拍个照，这样。
刚刚也是在做 Sherry 教的那个练习啊，因为这个斜面有一点像是我们是横着过来的，所以就是有点像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你知道，松开的话就是前进，然后稍微下半身有点力刃起来，稍微刹车转一点。你不要想成刹车，你想成你可以画一条弧的话，对。然后啊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做刚刚那种侧有点。你的电一开始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他，你看，你就，他又在充电状态了，啊，就先这样吧，先不要按，这样子力的话是松就往下，然后力刃的时候又有点要稍微回山这样子，那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身体是微微朝着山下的。所以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就是说，本来是这样子，就有要往下滑了嘛。然后稍微这样子的时候，是这样子，有一点屁股这样子，然后膝盖这样子，然后脚转这样，但是上半身还是这样。所以这样子是立起来的状态，然后这样子是这样子的状态。所以我稍微这样做一下，你看我上半身都不会动的样子，这样子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对啊，我现在是右边往左坐的比较好一点，我示范往左边的，就是这样滑下去，但是因为这里比较陡一点点的，比较没那么好做。就是刚刚下缆车那一段是练习往左边稍微放松又立起来那个最好练，这里比较不好练。好了，走了。就是不大确实，脚还在痛吗？而且他刚又重开了，有正常吗？都没发出声音就是正常啊。我运气留下来。我看灯，有啊，正常啊。我要擦鼻涕。是他今天胃寒吗？但是
为我记得昨天他关机前是一直在充电的。我觉得他电力应该没有那么。在身上。没有、欸。这是我最后一张。Okay、哦。真的。应该是干净的吧，先回来。就是人家。我有吃那个，所以我有吃啊。是你觉得很冷？嗯。唉，你这样子有觉得正面被晒暖了吗？没有，我还是觉得很冷。我觉得全身都热热的。我都没有感。只有正面。我就觉得很冷。什么？觉得暖的，或者我都不觉得。你真的被晒的、啊。出热门有看温度计吗？对哈、哦，我忘了看嘞、欸。我们今天很，因为下一班来的就急急忙忙的就冲过来了。你就叫我先走，我就走。我也忘了、啊，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在后面，有一种压力。这个背很多东西的，他去一身举。就是你讲的吗？一二三吗？这个好像滑雪，对，这个是 snowboard。我举到很久，里面有个女生是。是啊，找了。OK 了，我的时候，我们的头看谁都会是反头。之前八号，他是说，等上个礼拜，他是几号开的、啊？八号还是五号开？然后他就说，
礼拜四、礼拜五学生下面那一区学生有学生在，请注意。嗯。然后就这样。他们也都在练习。嗯。都有练。这个橘色就是姿势对的。然后刚刚那种穿竞速的，有的还是在那边，好像是在练习的那种感觉。我的脚是很分开啊，并不拢。没有，你没有很分开。真的吗？你的脚大概差不多这样。你的脚没有很分开，因为你不是用八字去稳定的，你是用稍微上半身有一点那种，有一点点。有，也不是很丑，就是，该怎么说呢？就是这种姿势没事就没事。啊、然后，要是你失去的话，你就会会自己踹一下，就是你在一个 balance 上，对。我希望目前我们都碰到这种稳定当当的雪，我是说开车，到天就还算经验还 OK。到今天的天气预报，一直到我们离开前，应该没有零度以上的吧？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我有听到噔噔噔，很像是，我觉得像你那个的，对，很像 Insta 的会有的声音。你刚真的有停掉哦？有啊，蓝灯体呢。然后这个也哔哔叫，这到底怎么了？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所有东西都怪怪，大家停下来检查。三、二、一，我看，充电中。还是说今天要现在检查 Insta？ 不用检查，不用哦，检 Insta 你就检查。GoPro 的话，还是我猜。那个现在天气比较晴朗，录进去的颜色比较多，所以它的写入速度比较快。然后我那个记忆卡用很多次，它比较顶不住了。所以你要给我换卡吗？不然我每个记忆卡用的次数都差不多多。嗯。我觉得比较担心，为什么它会突然用声音？收起来。这个声音吓了我一跳，结果是音乐。嗯，因为已经知道下面的状况了，所以也不会说，要不要试试滑下去？因为下去就一定要滑上，一定要坐上来，我不想再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了。可以每天试一次就好。今天可以下山。今天可以滑着下山，如果没有觉得身体不够力的话，你不觉得应该要雪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滑下山吗？但是现在中午滑下去的话，就再坐上来就好啦。那你要这一趟滑下去嘛，然后尿个尿再上来。哦，你现在想尿尿吗？现在没有，但是你要叫我去尿，我一定尿出来。嗯，那现在喝几桶水，然后。准备下去尿尿，是这样吗？好，就当做就当做第一次休息嘛。我是觉得，因为下午可能被大家刮得更惨，你状况可能更惨，你道路下滑。今天人不是很多。对啊，就看他刚压完这边好一点。现在的状况不知道。好好看嘛。好啊。那我先检查一下怎么了。刚好，嗯。那就下缆车看看，下缆车在那边看看，然后顺便拍个照。就是另外一边没有人滑的那个雪道，我本来是要拍那边的。你就刚有人打你，我就停在那里，然后他就再滑下一点，在前面，
我那时候心里有一股冲动，我就说好，我也再下来，再往前看他是要干嘛。他好像也没拿相机出来啊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很烦。我觉得坐这个椅子的距离好像600多公尺而已，好像也没有梅池山顶差不多久。没有，梅池山顶比较快。梅池山顶比较快，它也其实它的山顶也，因为它的山顶是快的还是慢的？也是这种啊。我是说我忘了它有没有变速轮，有变速轮的话，它中间会比较快啊。你记得山顶的是两人还是人？好像是两人，两人通常不会有变速轮，通常了。不过假设他的缆车没有多新，他有脚踩已经算是不错了。脚踩是新的吗？但是你不觉得像梅池、白马都好像都没看到脚踩？没有吗？是很不见得放下。不是啊，我有放下来的时候，一开始放，对对对，有脚踩的还不多嘞。他在练习脚转。对啊，这个。好了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欸，所以摄影机是装在那里哦。有个富良野山顶的摄影机说现在雪到多少，然后都有那 web camera 可以看，所以现在看起来 web camera 是装在这个树后面。但这里不是山顶啊，他是说山顶啊，奇怪了，我故意把太阳放在树的后面。好，如果你你说什么？没有停下相机，我会生气。为什么它会有声音？你也听到了吗？听不到的。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什么？看得出电吗？这种，我要怎么播放东西啊？这些，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我要怎么播放东西，怎么播放啊？还是你这就是播放？有，这个是，这是播放啊。不是啊，这是录影。你刚往上推的时候，不是，没有。你刚往上拨一下，不是。哦，这个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用啊？哎、欸，然后别断，哎、欸，它就会跑到。只有一段吗？是按的有按下去的感觉吗？对，这是现在的画面了。哦，是啊，哦，就是停了一段时间就变这样。哦，这是切换要用哪个路，所以不是用来看的。那用来看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Q 是什么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播放东西耶。可能要用手机播啊。刚刚有误入到东西，没办法确定哈。
你这样过来有这个声音哦？有吧？我听到个声音，但是我不记得是噔噔噔。我放哦。然后现在我的高货是没开的。那你要不要打开？它还有在充电吗？你转过头我看，对啊，就一直在充。现在只能看得出他在录。现在你可以再试试看，你看我这样滑好了，我顺便回去看影片，我是不是做的跟我想象一样，就是松开跟。你这样想也没关系，但是你在做那件事的时候，要是没有沙沙声的话，就是顺着轨道滑的话会更为正确，就是是立顿起来，对，然后可以的话你就想象你眼睛看着你的两只手，你在立顿的时候跟松开的时候呢，手都没有动哦，手是稳定的。这做这个检查是避免刚那个做那个动作是用扭腰的，它不是扭腰，它是转角。对啊，我做做看。你做的就是对的，只是你做的比较紧。你刹一下之后呢？刹一下之后你就想往前滑了。但实际上速度再慢一点点的话，你就会比较安心。对啊，就是弯久一点，对吧？很慢啊，我做的这样子很慢。就很慢啊。就很慢。然后接着可以换另外一边这样，因为这边是山上啊，所以就没速度了。对，好啦，所以刚刚那种很缓的地方可以做那种练习。有更清楚啊？刚刚拍有。我只要拍景就好了，不用拍人了。哎，不过现在的方向，好，再拍人，我觉得有差。因为太阳不是渐渐的往右跑吗？现在整个人是亮的，你知道？方向不一样了。哦，那去县那边来拍人哦。那我去了。嗯啊。侧降啊，你侧降啊。
这样，好，停。对啊，我要扭过来。没关系啊，你就停原位啊，你只扭上半身做得到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我再下来一点，因为广角。对啊，要拍广角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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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个一倍。好，可以了。一倍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山呢、欸。一倍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山呢、欸。侧降练习，很稳定的侧降。那我故意转个方向，但是其实太阳在那边，我觉得面要朝那边，是吗？但是景又在左边，很难决定。好了，我故意左右相反，这样才显示。你眼睛啊？随便的啦。好啦，不用了啦，收起来，那就一路下山啦。你也会侧降啊？废话。很好。求生技能。啊？求生技能，下去的地方都要侧降。嗯。前后你总是会下去。不是，不是石头，那是石头。怎么可能是石头？要把它丢走。我要把它埋下去了。埋不下去了，要抓起来丢掉比较好。丢掉多少？但是丢不远呢、欸。那从我旁边去丢啊。好，滑走吧。这还有个大的、欸，这是一个大块草块。你看我这里有一大块草块。你要，好啊，走吧走吧。不会，我也在练习控制速度，一边在感受自己要花多少的肌肉。开始滑下去哈。对，是啊，是啊。可以尿，我的话现在有点想。对啊，所以因为这里
又坏了，到底怎么了啊？不是坏了，是停了。到底怎么会停？又在充电吗？有啊。是没电吗？也有可能。没电不是就一直供电了吗？充的没有用的快吗？哦，不是要喝水。我下去尿之前再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也还蛮有点蛮想。你刚刚明明说不想的。我也有点想，但是说要补充，要补充，每天都没喝水。哇，不好搞。什么事？怎么了啦？为什么他今天一直停下？你就让它停吗？你还不要那么急吗？等我弄好吗？你已经按了？没有啊。哦，吓我一跳。你帮我按。对啊，等弄好再说，让它充久一点。拿包包那么难。还好吗？我要确定我们套房扣起来，拉好右边再拉一条。嗯，这很头，还下面一点。你要拉那个嘛，上面一点。对，它的头已经到底了。我刚刚一拉，竟然藏在这里面，可以拉那么长。好了，好，今日主题控诉，不然中间会很痛苦。我在这里就要开始想办法控诉啊！我滑在你后面，我就会得到控诉了。可以。其实差不多呢，只是球球比较少，但是下面就是压得比较硬，这样声音会比较大。
不是石头啊，就是冰块。啊，总之现在一路就是刹车滑下去，这样刮刮声就这样刮吧，算了。反正都硬硬一颗一颗这样，声音很难听，但是就只是这样。然后我昨天觉得很烦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好了，那我就一路用刹车滑法滑就好了，也不至于太危险，就是板子用力给它刮下去就对了。嗯，走吧。这边还很小。好啊，好啊，我怕紧就好。这里连侧降都是在冰块上滚，很讨厌。对不对？刹车不灵的冰块。对啊，对啊。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还好，只是听声音觉得很烦。很脏。嘿呀、啊，还好吧。好，我好了。那你等我，我还没好，我还要拍一次，然后才好啊，好，我就站着等。好多大颗粒。哎、欸，你的还没开吗？你按了吗？没耶，你那个。我刚忘记了。要按吗？没有。然后有点雾雾的。现在好，看是快的。
对啊，晚上坐车下来好了，我都下午收工的时候。我看这个状况就永远都这样子。现在没救啦。对啊。也没气象啊，这么冰。像你看这里，也不知道我们刚刚搞了多少冰块了。有很脏吗？我看不出来了。看不出来，啊，走了，等这个，哎，没有，你没有看我都滑阴影那边吗？阴影这边的雪会比较好啊。对啊，就是都靠右侧滑这样。而且这里还有那种没被刮过的，压过的雪就是好。你没力，你还要推，好，下去了。我想量一下高度，应该不可能穿过去。走啊！
要尿尿啊！喜欢在这里尿。那你先上车就，就这边人在上面尿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是说急呀，然后就上去。不急。十分钟一班，快得很。他已经尿尿了，刚好他停了，他确定是停了哈。对，正在充电。嗯，我要停。